唯有美食不可辜负。我们现在准备前往的是回这里的回民街，也叫友谊巷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回民街友谊巷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襄阳的回民街。这个回民街它所在的地方特别有意思，因为它就在这个铁道下边，上边走火车，下边就是回民街，都是一些饭馆。对，这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。麻烦问一下咱这牛肉多少钱一斤啊？38块，38。哦，38。那牛杂呢？牛杂20多块。哦，你好，麻烦问一下咱这牛杂多少钱一斤？啊？牛杂多少钱一斤？27。27。要不？那个。我想这个比贵的。黄河多少钱？啊？那个血管那个多少钱？这？嗯。这不卖。这不卖。这饭馆用的。好，行，谢谢。即使在桥梁铁道下都卖着牛肉牛杂，可见牛肉牛杂是襄阳人味蕾中不可或缺的家乡风味。而我们也将继续了解襄阳。